最近的午后雷阵雨让嘉义的一名摄影师拍到了壮观的雨瀑现象，地点就在太保高铁大道附近，搭配田中的白色瓜棚，形成了海波浪的奇景。而气象专家就表示了，最近午后热对流非常的旺盛，让这夏季限定的自然奇景呈现在大家眼前。大片乌云笼罩天空，仔细看云层中还出现一道破口，一道雨瀑倾泻而下。有摄影师看到这下地限定的自然奇景，毫不犹豫抓起相机按下快门。昨天那个状况就因为离本身是很近，所以它的扩张力是蛮大蛮震撼的。这里是嘉义太保高铁大道附近，这名摄影师发现天空出现雨瀑由南往北移动，加上当时刚好附近有农民设置小隧道棚栽种瓜果，远看有如白色海波浪，和雨瀑同框形成一幅美景。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午后雷阵雨，它的前景的那种感觉好像有一种波浪的感觉。波浪的感觉，对，蛮特别的。今日天气不稳定，一场午后雷阵雨意外促成这夏季限定的雨瀑美景，下次不妨抬头看看天空，看能不能看到雨瀑现踪，或许您也能拍下这壮观荧幕。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。